是我生长的国家。这里是中央山脉最高峰秀姑峦山。我觉得这里根本不像国外，因为我生长的国家本来就有许多美丽的地方。我是陈彦宇，我已身为一名台湾的人了，因为这片土地有着我穷尽一生也阅览不完的美妙。这里是中央山脉第二高峰马摩拉斯山，是台湾著名四大障碍登山路线之一马摩拉斯横断必经山峰。我是吴季。对我来说，登上峰顶的那一刻并不是征服，也不是结束，而是用全新的角度去拜读亘古万物的真理。过程才是攀登大山的魅力所在。走，我的梦想是为我的双脚走出众人对自己设下的界限，并且期待着台湾能有被世界看见的那一天。我的梦想是追随过去那些伟大冒险家的足迹，继续寻找未被解开的答案。